大家好，我是梅毅。从今天开始呢，我要给大家讲两晋南北朝所有的这些历史。那么说到西晋呢，大伙都知道西晋的开国皇帝叫司马炎，但是真正西晋之所以能成为晋朝，跟司马炎的爷爷司马懿关系就太大了。所以说呢，我们第一集先从司马懿还有他能咸鱼翻身的高平陵事变说起。谈到司马懿呢，肯定咱们就要提到三国魏蜀吴，大伙儿都知道，因为有三国演义这个民间叙事，所以魏蜀吴三国啊，他这个故事中国人是耳熟能详。东汉末年呢，汉帝国的统治非常黑暗，所以就爆发了黄巾起义，结果呢就导致军阀混战，诸侯争霸。从当时的军事实力和领土面积来看呢，曹操曹丕父子所开创的这个魏国曹魏肯定是首屈一指，然后呢才轮到孙权的东吴，还有刘备的蜀国。当时呢作为三国之一的这个头号强国啊，曹氏魏国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登基开始，一直到公元266年曹奂禅让去国，前后经历了46年。那么从曹丕开始算呢，魏国一共有5个皇帝，但如果真的从权力归属来看，曹魏其实在第三代皇帝曹芳的时候已经灭亡了。公元249年呢，魏国太傅司马懿通过发动高平陵政变，完全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此后十几年呢，魏国真正的权力就一直牢牢掌握在司马家族手中，曹氏魏国实际上在十几年间是名存实亡。那么如果顺着历史的脉络咱往上倒，魏国呢最终它能被这个司马懿夺取大权呢，追根溯源呢，起因还是在于魏国建立者曹丕身上。曹丕我们要知道，他建立魏国之前当时东汉还存在的，东汉国家的大权呢主要掌握在他的父亲曹操手中。说起曹操曹孟德啊，我们大家肯定非常熟悉，这个人是南征北战，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呢打下了大片土地，成为东汉末期三国鼎立势力当中最大的割据势力。那么曹操能有这么辉煌的成就，一方面呢靠他自己的本领和他手下的曹氏啊夏侯氏啊这亲信的支持。曹操我们要知道，他的父亲曹嵩本来就姓夏侯，过继给当时一个非常非常势力大的宦官叫曹腾的，所以说从他父亲曹嵩开始呢就改姓为曹了，他真正的夏侯氏也是他的本家。另外一方面呢，曹操他取得成功的最大的他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他别具一格的唯才是举的这样的一种用人制度。当时在曹操曹大丞相眼里，只要这个人有才，不管他出身如何，不管这个人人品怎么样，他就可以得到重用。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曹操掌管东汉国政的时候呢，他手下是人才辈出，所以说呢征伐四克。随着曹操的去世呢，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了。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了，他的长子曹丕呢就继承了当时的魏王王位。不久呢，曹丕这个人也是乃文乃武啊，文武全才啊，他就逼迫了汉献帝刘协禅让，他自己就代汉自立了，改国号为魏，曹魏帝国由此诞生了。曹丕呢就是魏文帝，那么他当皇帝之后呢，他就追谥他的父亲曹操为魏武帝。所以说曹操生前啊，咱们一说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什么魏武挥鞭什么的，一说到魏武以为魏武帝，真正曹操在世的时候他是没有称帝的，他当时只是魏王而已，只是他的儿子这个篡汉之后然后追谥自己的父亲为皇帝。曹丕虽然和他父亲曹操一样啊，也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但是呢他和他父亲曹操相比呢，他在军中啊没有那样的威望。所以说呢，曹丕登基之后呢，他为了获得众人的支持，特别是那些高级门阀士族的支持呢，他就在魏国境内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
也正是因为他这个所谓改革当中的几个昏招啊，最终等于把他父亲曹操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啊，基本上是拱手了送给了司马懿为代表的这个司马家族。那么曹丕第一个昏招是什么呢？他就是对魏国境内的士族妥协。曹操在位的时候啊，大权独揽，以当时也遭到了许多高门士族的这个门阀的反对。那曹孟德何许人也？对于反对自己的士族，无论是哪家，哎，你们家再牛，对于曹大丞相来讲，就一个字儿杀。别说，还真管事儿，大刀片子一挥，那些士族就怂了，就消停了。所以曹操啊，就可以在东汉国内，哎，当时还获封为魏王。那么曹丕，哎，代替了这个汉朝登基之后呢？如果从传统的封建礼法上看，你想他从前是汉朝的臣子，近乎大逆不道，所以呢，明里暗里来自士族高门的那些反对之声呢，肯定就是屡屡不绝。曹丕呢，很怕自己死后呢遗臭万年啊，加上自己又没有他父亲曹操征伐四客的那种巨大的威望，所以说呢，他就选择了对高门士族妥协，以换取更多人、更多家族对他自己的支持。为此呢，曹丕就颁布了九品官人法，这项法令，他就规定啊，魏国在选官之前要对参选之人进行评级，而评级的标准呢，就是所谓的家世，家世实际上就是门第，还有道德以及才能。你看他把才能放到最后了，其中呢，选官最大的评级就是靠家世，也就是说呢，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出身，你们家如果不是从前的世家大族，你这个人再有才能，做大官基本没戏。由此呢，曹操时代那种唯才是举就彻底结束了。更不幸的是呢，当时司马懿代表的司马家族就是曹丕这个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所以说曹丕和士族妥协呢，其实是藏有隐患的。为什么？这些世家豪族他在朝廷内，哎，如果是过分强大，最终就会威胁到皇权。那么曹丕的第二大昏招是什么？他就是对曹氏宗亲排挤。我们要知道，在曹操创业初期啊，曹氏宗亲，包括他那个夏侯氏宗亲，好多人是立了很大的功，出了很大的力的。其中呢，特别是他姓曹的、姓夏侯的，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曹操对这些人始终信任有加，但曹丕和曹操就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什么呢？曹操活着的时候，曹丕和他弟弟曹植争夺世子之位，当时的曹氏宗亲、夏侯氏宗亲在内部已经开始泾渭分明的选边站队了，其中呢有支持曹丕的，也有支持曹植的，所以说最后呢，曹丕胜出，他登基之后，对于曹植和曹氏家族内部曾经支持过曹植的这个群体非常忌惮，对曹家的宗室内部就进行了大范围的清洗。特别是他对自己几个亲兄弟一律是罢黜兵权，甚至发配到那个地方去专门找人看管起来，看似王爷，实际上都是些高级囚徒，锦衣玉食。因此曹操时代积累起来的曹氏宗亲势力呢，就被曹丕分化瓦解。我们都知道这个曹植做七步诗嘛，那阵儿就是这哥俩，那七步诗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曹丕和曹植两个人争夺世子之位，这个是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那么曹丕第三个昏招是什么呢？就是死的时候托孤非人，这是最要命的。曹丕呢英年早逝，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呢更是意料之外的短命，而且呢曹丕、曹睿托孤之人，竟然都是这个一直被曹操视为隐患的司马懿。曹操活着的时候就告诫过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欲汝家事。”就你看司马懿这个人野心不小。以后啊，说不定对你的家世国事啊，有所这个妨害。可见呢，曹孟德曹大丞相的眼光确实毒辣，一眼就看穿了司马懿这人心肝脾肺肾。曹丕呢，他完全不理会他父亲对他这种警告，对司马懿还一直特别重用，只是对他略有防范，完全没有想到当时这个外表忠厚大臣，最后会对自己的国家，会把自己的国家篡夺掉。曹丕呢，如果活的时间够长，可能司马懿也不敢怎么样。可惜呢，他自己当了七年皇帝就病死了。曹丕临死之前呢，他还将儿子曹睿，就后来曹明帝，托付给司马懿、陈群、曹休、曹真这几个重臣。你看，这个曹休、曹真都是他们曹家的，
这个司马懿和陈群呢，就是这个重要的大臣。让曹丕意想不到的是呢，这几个托孤大臣自从受命之后，陆陆续续都病死了，都挂了，都跟着曹丕走了，最后只有司马懿活了下来。由此可见，比谁活得长久是历史政治当中的一大特色。我们要知道，在平均寿命并不太长的这个三国时期，那阵儿我估计平均寿命应该是50岁左右，司马懿能活到73岁，那绝对是高龄了。他的这种超长的待机时间，又恰恰成为他们司马家族最后夺权成功的关键。曹家三代精明能干的皇帝，最后等于都被司马懿熬死了，这天下的才能被司马家族篡夺到手。要是司马懿遇上了像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这样高寿的君主，或者是后来什么康熙啊、乾隆啊那些人，我估计他们司马家族这辈子只能是干瞪眼了。司马懿能长寿的秘诀，我在于还是在这个人非常隐忍，见好就收，能屈能伸，所以说心态相当好，他不会被别人气死，也不会急死，所以说身体特别健康。所以说呢，你平常吃点你不想吃的东西，喝点你不想喝的东西，做点你不想做的事情，能忍能耐。所以我们生活工作当中一定要放宽心态，学一学这个司马懿，不要为了一时得失生气郁闷，也不要为了工作透支身体。你要想笑到最后，首先呢你得活到最后。虽然曹丕这一辈子有这三大昏招，使得司马懿呢掌握了很大的权力，话说回来，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死后，如果没有曹爽这个人过于任性、过于胡作非为的话，司马懿很有可能啊，他作为魏国的忠臣的这种身份，一直忍到他寿终正寝。到那个时候呢，魏国的国家大权呢，自然而然会落到曹氏皇帝后来的继承人手里，或者是别的几个世家大族手里。政治只要有均衡，魏国呢就不一定那么快就灭亡。那么，公元238年冬十月，魏明帝曹睿又患重病了。他就下诏呢，拜曹宇为大将军，想让这位叔父当时的曹宇是他叔叔，是齐王，和领军将军夏侯宪、五位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昭共同辅政，以此呢来安定国家。当时呢，司马懿还没在京城，他领兵在外。这个时候呢，曹魏政权的高层秘书，也就是当时任散骑常侍的刘放和孙资这两个人，长期掌管国家政权。散骑常侍啊，咱们好多人对隋唐史特熟，看电视剧一听好像是一个闲散的这种官员，实际上不是的。秦汉以来啊，散骑常侍都是皇帝的高级顾问。你听散骑常侍好像没事骑在马后头跟着皇帝顾个问啥的，是，然后没事在这个进到宫殿里经常跟皇帝在一块儿待着。但真正到了曹魏，散骑常侍这个刘放和孙资基本上就跟丞相一样，就跟宰相一样，所以说他们是作为是那种政策就决定者。当时呢，作为曹氏宗亲的夏侯宪和曹昭这些人就对这两个人特别不满。你看权力都被这两个人掌握了。有一天呢，这两个人看到宫中这个宫殿里有一只鸡飞上树了，两个人就在那嚷，大声说：“哎，这也太久了，看这个刘放他们还能活几天。”他就指着那只鸡，就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凤凰，就是这些低贱的鸡。你看他现在攀了高枝了啊，他肆无忌惮。这个消息，这俩人一说啊，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刘放和孙资两个人知道了。他就知道，你看曹家的这些人恨咱俩人，为了免除后患，就私下他们就想对曹氏宗亲加以离间。那么大将军这个齐王曹宇呢，是曹操的儿子，性情非常恭顺，面对曹睿托孤诏书，他诚恳地表示坚决推辞。魏明帝曹睿听说之后呢，就让刘放、孙资入得他的病榻旁边，就问道：“齐王曹宇是这样吗？”刘放、孙资就答道：“大将军曹宇实际上确实他自己知道他不能承担如此重任，所以说他推辞。”这个时候，曹睿人死，就问两个人：“那么谁可以承担我托孤的大任呢？”当时啊，殿中只有曹爽一个人还在旁边站着。刘放、孙资啊，为了巧取人情，就顺势推荐曹爽，而且还说什么呢？应当召回司马懿参与辅政。司马懿当时是太尉啊。曹睿就问：“曹爽真能承担这件大事吗？”你说曹爽就在旁边站着，他不问曹爽，就问那两个人。
曹爽本人是个低能下才，这个时候呢，吓得是汗流满面，紧张到他都不能回答皇帝的问话。见此情景呢，刘放就暗中踩曹爽的脚，就赶紧低头说：“你赶紧表示啊！”哎，这个曹爽得到提示之后，赶忙跪地答道，声音还挺大：“誓死以奉社稷，我不惜以生命来维护咱们曹家天下。”魏明帝呢，当时曹睿已经是病重恍惚了，就听从刘放孙子的建议，打算任用曹爽啊司马懿辅政，并且呢给刘放那种皇帝诏书专用那个黄色专用纸，让他替自己书写诏书。刘放孙子出去之后呢，曹睿这个主意啊又有变化，还被人一撺掇，然后他又下诏制止这司马懿不让他回来。但隔了一会儿呢，这哥们不知道怎么脑筋又急转弯，他又召见刘放孙子说：“哎，我自己要召回太尉，而这个曹昭等人呢，反正我这就不让他回来，几乎败坏了我的大事儿。我想了半天，怎么还是让太尉回来。于是呢，就命令这个刘放孙子接着写诏书。于是呢，曹睿就单独宣召这个曹爽啊，还有刘放孙子啊，一同接受这个诏书的命令。终于呢，最后还是把同属曹氏宗室的曹宇、夏侯宪、曹昭等人官职啊全部免掉。这个时候呢，司马懿也从这个外面赶到了，他走进曹睿的卧室接受诏令，而后呢，这个刘放赶紧拿着这个诏书出宫，大声对外宣布：有诏免去齐王曹宇的这个官职，不得在宫中滞留。可见呢，魏明帝曹睿的临终这个昏招啊，最后等于是导致曹操、曹丕，哎，包括曹睿祖孙三代，等于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历史的经验证明呢，一个帝国，封建帝国的最高领导者在选择继承人方面不可不慎，而在选择这个托孤重臣方面呢，更要慎之又慎。在当时啊，实际上对于魏国来讲，外围大环境啊非常不错了，已经蜀国的能臣诸葛丞相病死了，那么魏国的什么公孙渊那些叛乱已经平定了，吴国呢那特能打仗的大将的陆逊呢已经失宠了，已经这根本就吴国就不用他了，因此呢大魏政权基本上没有大的外患。说句实话呢，魏明帝曹睿呢也不是真正意义上什么昏君，按照曹睿的基本设计呢，曹爽当时作为宗室和皇家代表，掌握大将军之职，地位呢是在司马懿之上。司马懿呢作为三朝元老，在国内绝对是威望最高，士族啊门阀啊他是最高代表。这两个人如果精诚合作的话，大魏江山肯定是绝对是没有任何的忧虑的。但是呢事易时移，曹睿他也无法预料到自己身后事的这种发展趋势。从整个魏明帝曹睿托孤事件来看呢，曹睿还是没有在事前考虑周到，就听信孙子和刘放这两个投金分子的谗言。最终呢，他实际上是在曹氏宗室中选错了人，选了一个幼稚乱七八糟没事老想干事的这样的一个曹爽这样的人，而且这个人缺乏智谋，他没有才干。司马懿呢作为曹家现在四朝老臣了吧，他在曹操时代司马懿是完全受掌控的。曹丕呢才华比他父亲虽然略逊一筹，大体上也能控制司马懿。魏明帝曹睿在早期啊，这个人还是挺会玩弄权谋的，他控制司马懿呢啊也是没问题的。由此呢，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在魏明帝曹睿病死之后啊，司马懿其实当时是没有任何反心的。如果不是曹丕、曹睿父子连续两代的帝王英年早逝，司马懿的司马家族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篡夺魏国的政权。但魏明帝曹睿去世之后呢，状况一下就改变了。魏国呢出现了权力真空，各个派别啊大臣不同之间就开始争权夺利。魏明帝曹睿刚刚去世的时候，司马懿是没有反心的，我们刚才说了，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比较均衡。但曹爽这个人难堪大用，他得到权力之后就恣意妄为，一步一步的非常明显的削夺司马懿的权力。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司马懿手里还有雍凉地区十万兵权，以及他一半皇宫那种数位权，禁卫军好多还都在他们家族人手里。原本他是可以和曹爽在政治上争个你死我活的，但司马懿何许人也，他这一辈子一直是以退为进，一退再退，最终呢他竟然主动交出了所有的兵权，
假装重病，扮演了一个垂死老人这样的角色。那么当时你说司马懿真不想反抗啊？当然不是，如果他不想反抗，就不会一直让他儿子司马师啊偷偷在洛阳北邙山那块养了3000死士。可以这样说，当这个曹爽一直咄咄逼人的时候，司马懿实际上已经开始生出策划政变的这种心了。那么司马懿开始的时候之所以选择一步步退让，就是让魏国的大臣们，你看曹爽这个人野心多大，就是想让曹爽在曹野当中先失去声望，还是想呢一步一步的先把曹爽麻痹掉。我们看电视剧《虎啸龙吟》啊，就是优酷这个首播的这个，你看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司马懿一生隐忍退让，72岁垂老之年，终于对曹爽呢忍无可忍了，发动了一场震惊内外、对历史影响特别远的这个军事政变，就高平陵事变。如同后世后代许多洗白司马家族的故事一样，电视剧呢给人的印象就是老曹这三代人一直防着司马懿，欺负司马懿，那么忠厚老实司马懿忍耐忍耐再忍耐，到最后呢忍无可忍，曹爽现在要他老命啊，要他家族性命啊，司马懿老哥们急了，突然发难，一下子呢呵特励志，把曹爽搞定了。所以说虎啸龙吟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白发苍苍的老司马懿举起手中的剑高喊起誓，呵，这个时候我估计追剧的许多人就有代入感嘛，那观众啊无论男女老少估计是心情相当激动，觉得这老头啊做得太对了。真实历史当中啊，曹爽其实起初对司马懿一直是礼让有加的，他和他的手下那美男子何晏什么的那些人搞了一个正史改制嘛，也算是很有想法的一种这个人事改革，但他这个改革呢就是要逐渐替换掉曹魏的先前那些老门阀，结果呢得罪了许多人。即便后来曹爽削弱了司马懿的权力，也不是像电视剧展现那样对他横加侮辱，而且呢在形式上啊仪式上对司马懿还是很尊重。那么电视剧就是为了让观众更好接受后面司马懿对曹爽等人那种杀戮，编剧呢就故意让曹爽这些人过分的不行，似乎司马懿完全就是被动防卫，最后才搞出那么一出大戏。高平陵事变的过程呢肯定要从魏明帝曹睿崩逝算起，景初三年就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逝世了，他遗诏呢由年仅8岁的皇太子曹芳继位，嘱托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呢当时身为这个曹氏宗室掌握权力之后他就是重用他自己的心腹，这个倒说句实话一般都是这样，掌握权力之后你肯定用自己熟人用自己人，他不断确实是在排斥司马懿，对司马懿呢明升暗降，晋升司马懿为太傅就等于把他手下的兵权都给夺了。你说司马懿这老头忍了几十年，在政治场上混了这么多年绝对不是吃素的，还是以退为进暗中等待时机，这哥们绝对是太能忍了。但是他悄悄的就是凝聚反击力量，正始8年就是公元247年他就呢借故自己生病而且还辞职了，为什么呢？就避免自己在朝堂上和曹爽发生正面冲突，万一哪天老头忍不住啪给曹爽来一大嘴巴，这不从前装的全完了。转年呢曹爽有个心腹叫李胜的到荆州上任刺史，曹爽还特意派着李胜向司马懿辞行，观察司马懿的身体状况和动向，并不是说真的辞行，实际上就是说我向您辞行太傅，实际上就看看司马懿怎么样还能活几天。司马懿果真装出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呵，在那儿吃个东西还哆哆嗦嗦的然后这个身上满是那种艾灸那种治病的那种痕迹。得到这个李胜的汇报呢，你看曹爽对这个司马懿呢就更为松懈了，觉得就是一老棺材瓤子就等他死了。与此同时呢司马懿暗中和当时官为中护军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以及太尉蒋济等人呢就暗中准备发动事变了。嘉平元年也就公元249年正月初六
魏国的少帝曹芳，那当时是个少年人，出城呢拜谒他父亲魏明帝的陵寝，他的陵寝就叫高平陵，所以叫高平陵事变嘛。这次拜陵呢，大将军曹爽作为重臣就陪同前往，不仅曹爽陪同，他的两个弟弟曹丕和曹训也跟着去了。而曹丕呢，当时任中领军，曹训呢任五卫将军，也就是说呢，曹魏的皇家禁卫军指挥权全都掌握在他们曹家哥们手里。在此之前，和曹爽同属一个阵营的那大司农桓范就曾经劝过曹爽，你说你们哥仨特别喜欢一起出城去玩，这个习惯特别不好，你们兄弟手握军职，不应该同时行动，特别是同时外出啊，出城离开首都，这个呢会给别人钻空子。你想兄弟三个人一起出城，一旦别人把城门关了，后果不堪设想。曹爽呢根本当时就没把桓范的话听进去，依旧和两个兄弟同出同入。这次呢出京谒陵拜陵也是一样，他们觉得禁卫军指挥权都在我们自己手里，皇帝本人又和自己兄弟在一起，即使洛阳城内有人关了城门又能够怎么样呢？哎，得知曹爽带着小皇帝出了城了，已经在家装病两年年逾古稀的太傅司马懿马上带兵，咔嘣，这老哥们活了，马上率领兵马骑上这个自己骑马觐见郭太后。与此同时呢，攻城的正门司马门已经被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所控制，由此呢高平陵事变正式开始。那么高平陵事变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发展的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